16日凌晨，白百合老公陈羽凡发视频称，2015年已与白百合协议离婚，为陪伴家人和孩子成长，将无限制退出娱乐圈。陈羽凡在视频中称，该事件对白百合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故此声明告知事情，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的空间、理解和包容。与此同时，陈羽凡表示，为了可以陪伴我的家人，为了可以陪伴孩子成长更专注，接下来我将无限时退出娱乐圈。4月12日，白百合被曝与男模张爱鹏密游泰国，甜蜜戏水。据爆料，白百合与助理同赴泰国入住某别墅酒店。第二天上午，白百合携一白衣男子与助理共同进餐，随后与该男子在酒店泳池边嬉戏玩闹，期间二人贴面喂食，甜蜜依偎，举止亲密。4月13日，再被爆出第二弹，白百合与张爱鹏在泰国街头再次亲密互动，张爱鹏将手伸进白百合的背带裤里当街揉臀，而白百合也把手伸进男方的衣袖里。虽然有数位工作人员在旁，但白百合和张爱鹏在泰国街头的亲密互动可谓旁若无人，让人大跌眼镜。4月14日凌晨，陈羽凡发微博，蛋疼的都快回家过节吧，照片中他做出闭嘴的手势，一次回应近两日爆出的白百合婚内出轨小鲜肉事件，同时抛出两张照片，定位地点显示在乌克兰的基辅。15日凌晨2点，陈羽凡在朋友圈发文写道，我知道的和你丫所策划的一切我保证要还，回我家者必让你亡，你不知道怎么做男人，我就好好教教你。